来玩这款游戏，小小果冻怪，进来啦。可爱的果冻怪 Ruby。喂它吃食物。这个要等6秒。拿到小海贼，都很可爱的啊！食物不够了，到商店去购买。好，糖果。走吧，一起去旅行。这次要等10秒，算是一款慢活的游戏啊，节奏慢慢的。拿到什么东西啊？擦。哎，啊，这个就是首页啦。任务完成3个任务，什么东西啊？所以他们会饿肚子啊、哦！好，他出发了，我们同时可以做其他事情，非常好。这有什么啊？特权，还可以去广告哦，都84块而已，很便宜哎，84、32，320块左右而已啊、哦，336块哦，那很便宜啊，全部合起来。但是这里还有。积少成多啊！全部买一买也挺贵的啊。擦，给我一个好的奖励，这样我就可以去拯救世界了。看广告还有一次机会，所以他刚刚点店铺啊，就可以买食物是不是？我怎么点了店铺以后？没有糖果可以买啊！好啦，先把用光光看看。哦，要在这里的店铺啦，真笑哎，买多一点吧。哎，好啦，这边是宝藏。宝藏的话，发现到了螃蟹，还有阳伞。游戏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拼图哎、欸，加速。啊，减少任何任务触发时间。加速器耶，可以去掉一半的时间了，还算可以的、啊。1个钟头可以去掉30分钟。这是有什么、啊？所以它是属于解锁图鉴的类型吗？有其他颜色的果冻怪吗？同伴又来了，船长，请多指教，船长。走吧。哦，这边有语言、图形、政策、极高，这极高能弄到怎么样？哎呦！所以果冻怪一多，你就可以那同时出去冒险呢。那你解锁的螃蟹在这里啦，这怎么会有外星人？观看广告获得奖励，算了吧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它究竟能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感觉是很重要的东西啊。插下去，嘿嘿。哦，3个问号，会给我什么啊？我的可爱的小伙伴小藤，谢谢你救了我，需要帮忙的话随时告诉我。你马上就出去啦，滚！再来呢，自动喂食，
为什么有自动喂食欸？啊，你要到商城购买任何应用内购买哦，是指怎样？买任何东西都可以吗？只要出资过就行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可不是被吓呆的。出去吧，这里也好了。啊，所以是一款轻松的游戏啦，主要就是这样子出海探险啦，然后解锁图鉴，拿到了珍珠。珍珠有没有在这里？有啦，你看看到珍珠了是不是？然后他们就饿肚子了。啊，我想起来啦，那个是金币是不是？哇，那我刚刚那广告是要看的欸，不然我这样子没办法派出去探险啦。哭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广告变成都要看哦，不看不行哦，不看，拿到一把剑了。啊，我获取钱的管道有什么啊？还有纸巾呢，这是要干嘛的？难道我获取钱的管道有放置收益吗？还是一定要看这个？才159，好少哦！哇，原来是一款广告游戏，幸会幸会，失敬失敬。双硬币奖励的意思是怎样？100变200的意思吗？5000变1万了、啊？啊，有啦，离线奖励上限提高到12小时，所以是有离线奖励啊。玩这款游戏你要好好的考虑清楚啊。要玩的话，特权啊，不用啦，广告看一看就行了。那剩下还有什么吗？我现在没有硬币了，所以我整整放置收益喽，这有保障哦。解锁图鉴也是有奖励品的，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出去啦、啊？三只欸，饿肚子啊，没有钱了、啊。这是什么？买下去了。哇，好昂贵哦！好了，游戏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